大家好，这里是墨迹。今天呢，我们要玩一款算是横向像素解谜的游戏。哦，这是在 Steam 上面的一款游戏，叫 Immoster。那这款它是付费游戏，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买来试试看。因为我自己是蛮喜欢这种像素风格。但是我看到的时候，哦，就觉得一定要买来玩玩看，所以现在终于有时间给它买下来玩。那其实它这款好像是去年8月份的时候就出了，有一段时间了。那它的评价其实都蛮不错的，所以就想说就来玩玩看。那我觉得它最厉害的一点就是它有配音，因为在设定里面啊，它是可以调配音音量的。好，那我们就直接来玩玩看啊。对，我忘记讲说，它大概可能要玩3到5个钟头。那今天我就先玩个1个小时左右就好了，不，没办法玩太晚。那我们直接开始吧。这边音乐比较大声，刚刚前面很小声，它的音量大小差很多。其实它这边在 Steam 上面，它有它的宣传影片，如果大家想要再重看一遍，可以去再看一次。稍微看一下他那个介绍啦，他是说我们会扮演3个角色，之后从这3个角色的角度来去看他这个整个故事。我等一下看一下他可不可以再调一下音量，因为我怕说他有一些场景的音量会比较大声。干嘛？我可以跳是跳吗？是干嘛？什么动作？哦，我可以趴，匍匐前进，开启。哦，原来这个动作是开启的意思。拿起，我们把球推走了。我要去哪里啊？重点。我碰不到，我希望能叠在桌子上的东西。所以我要再把它往上移。就这样把东西都推了。哎，所以门是出不去的吗？我可以，等等等，我就跳下来一下，可以跳吗？不行。我想回去看一下，他好像不能调查门的样子。哦，可以，打不开的。
所以它卡在这就不行了。我本来想说要去按那个开关按键。好，那我，想到有个黑影哎，好大声哦！天啊，它在里面好像就没办法调整音量了，糟糕。稍微等一下哈，我稍微调小一点点好了。你好，阿顺，DJ 阿顺，你好，安安。好，打不开。我们开了电灯。谁谁？为什么？掉。这样死掉了，所以我们不能碰那个阳光。我死掉嘞！那我这个电灯它，干什么？这个世界崩塌了。可是不管怎样，我还是想要探索一下。外面有个人，成就单独于风暴之中。哎，怎么觉得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我就来到这了。我换了一个角色，换一个大叔。哦，大叔可以跳好高哦，还可以翻滚。诶，那我可以存档吗？中电，这个可以存档吗？这是，为什么要踩爆它？钻过去，那是什么？诶，神器诶，你谁啊？我今天晚上躲猫猫，我躲猫猫的技术很好。没人可以找到我，找了好几年都没找到，还是说大家都回家了？我觉得好伤心。哎，奇怪，这些都没有配音啊，因为我刚前面有在调那个配音的音量啊。我帮我的弟弟躲在房子后面，别去找他，拜托，这不容易，但非有人做不可。我可以去碰这个黑黑吗？直接压爆！痛苦的碎片。哦，需要收集碎片。怎么检视啊？然后因为我用手把玩，我不知道按哪一颗键检视它。我摔死了，竟然会摔死哦！而且它是可能是即时存档的，因为我刚刚死掉，它就直接就这样子回来。但是那个黑黑已经早就死掉了。又怎么打啊？怎么解释？糟糕，我没用。而且也跑不上去，应该是可以把它砍断啊。但是现在，对不起，到底干嘛？哦，原来这里可以跳上，也可以跳上来。先让我熟悉一下。
他只能这样子闪闪，有什么意义？大叔，你别再自杀了吧？找刀子吗？可能吧。可是我刚刚身上，他不是拿到了斧头，就不能砍？怎么回事呢？这斧头，你看我就可以砍。我不能用斧头去砍刚刚的那个电灯吗？你谁？我的钥匙掉到井里了，爸爸会惩罚我的。井里？这么痛苦的血片。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为什么要推我？我不是故意的。啊！可是这样，我一定要把它推开，对不对？因为我不推开它，我跳不上来啊。哦，哎，好可怕！天哪，我有点像动作白痴一样。嘿嘿。对对对，这是怎么回事？打不开的，所以我们还是得要上去。哦，这个是，这里有什么意义？不能拿。哦，傻了，我直接冲过来就好了嘛，真的是。这里是有一把，哦，我们这边插一把钥匙。那，等一下，我觉得我不要冒险。可以跳上去吗？好像不行。好吧，我太矮了。怎么办？直接跳吗？哦，我也死了，笑死我！这是我刚才看到那个井底，那我这边抄那个稿子。推过去哦，那个黑黑的，干什么？干什么？哎，我是不是先把它放过去之后，就这赶快跑掉？碾爆你！好像虽然它是黑白的啊，但是我觉得有点血腥啊。这怎么办？这里有个小空间。它这有些音效真的好大声。你还记得吗？
Do you remember it? That tale about flowers? I thought it was a good story. I thought it's sure to have a happy ending. Oh, 所以这是我老了。他不让我继续前进诶。对，他不让我去，那我只能往左边走了。我看一下，等一下哦。等一下，我稍微调一下他的那个音量。就是他的音效啦，音效稍微调小一点。先这样。我们拿起了帽子。I was wrong. It's a tale about pain. Let me tell you again. 他说是一个痛苦的故事，之后会再说一次给我们知道。These lands were dead, destroyed, and devastated. All you could hear was the whisper of the ashes.Then, a stranger came. He held a spark in his hand. The stranger opened his hand, and the spark was set free. Light returned. Yet pain was the price for this light. Screaming filled the air. Time passed.The screaming grew silent. Pain became a familiar friend. Some disappeared from the lands. No one knew whether they had crept away or been taken by pain. Yet many also remained. Castles which once rose into the skies fell into ruins.Time wiped clean any trace. Centuries passed. The people started calling the stranger the keeper of the spark. He kept watch over the land, soaking up the pain of its people. Ah, 字幕有点跳太快，还没讲完，字幕就跳掉了。But the people had hope. They were growing flowers. Oh. He's going to get scared. Bang! 一声。哦，我们把那个黑黑给它拉上去，还可以放下来。那我先拉上去哦。哦，那个音效我再调一下，是真的蛮大声。哦 ，OK。我现在什么工具都没有啊，有点惨。哦，有了，左边有稿子，右边有个大弩，不是可以使用吗？哦。好像还不够哎，可是我已经没有弩了，嗯，还不够。
好吧，因为它好像，我看一下哦，它有物品栏这种东西吗？没有。对不起啊，这是回去哦。对，他没有所谓的物品栏呢，所以应该是真的是说到那个地方，我们就可以使用某样道具。好吧，算了，因为我看到下面那个是宝箱吗？应该不是。好，直接把它压爆。对，是宝箱。又得到了一片痛苦的记忆。你好，晚上好。可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只能发一发，所以我还是得要往前进吧。算了，没关系，我们就往前进。对呀，差点死翘跳。这个要怎么过去啊？不行，他们都死了。左上角有一只喵喵，我现在才发现。但是我想出去，你必须打开这个闸门。我也想啊，我看看我怎么发动攻击。Hello，Hello，可以转过去吗？居然可以！干什么？吓死我！它坏了，你得找新的把手。我真的非出去不可。啊？阅读？看不懂。这是哪个神秘文字啊？需要很多道具，可是我现在一个道具都没有得到，除了刚才一开始得到的斧头之外，就没有得到任何东西了。Hello，他说叫我打开这个门。等一下，只学聪明的。推下去吗？还真的推下去了。哦，好，那我们可以把这个装上去，使用。啊，我知道了，是歪了，是弄那个箱子。没关系，我们还有很多。终于，终于得到道具。那我们就可以先往回探索一下。我蛮喜欢这一款的，因为它好多东西都做的超级细致。别跑，别跑！
好，我们可以用十只狗，顺便把这里敲一敲。这是什么石头？会不会掉下来吧？啊，对不起，因为下角有一个刺刺的东西，没注意到。对啊，这要怎么过？推。哦，石头掉下来了。就我们可以拿起这个当桥梁吗？嗯，好像不是。要干嘛啊？我可以碰吧？还是这样子？哦，不是，它是只有一个方向的。之后呢？哦，丢，他不能丢哎、欸！需要我拿这些到底要干嘛？等会发现这里好像可以找，我就把它找开吧。哦。原来是这样，不要冒险，不要乱跳，毁坏。迪亚，这可以去吗？不行吧？哦，我们看到一个，我看到一个痛苦的记忆了，在那边。左边的钥匙，那我拿这个棍子是要干什么？我还想不到啊。哦，干什么？我有这么重吗？啊，原来是这样啊。那我现在干嘛？奔跑跳吗？太猛了吧，这个大叔。哦，又得到痛苦的记忆，哇！痛苦的记忆有85个哎，我都收集了。OK， 我们就从这个井又再出来一遍。啊，那个小女孩就这样子，啊，好可怜哦，那个小女孩。其实我刚刚这不是故意要把她推倒的，因为我只是想要试试看罢了。结果那小女孩就这样被我推倒。跳啊跳啊！我是敏捷的大叔啊，这个刀具还没有找到。对，还没找到，那就继续探索啊。这个是不是可以破坏 ？OK OK， 我是一个敏捷的大叔。哦，草也可以割。好，既然这样，这个草可以割吗？不行。哦，不是所有的草都可以割。没有，干什么？好，我们打开了门，拿到了手把。那其实又绕了一圈回来。
至少我们可以帮那只小猫咪来开门，因为他说他想要出去嘛。我开了，对，我开了。现在不想出去了，你到底，我念书给你听好不好？念书。哦，他也听不到，算了。为什么你不想？我这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他也跳出成就哎。对不起啊，对不起。